啊 ，Mr. Hoffman 议长，还有很多我们的委员、议员，啊，各位先进、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啊，十年实在时间很快啊！我这几天看到大家都把十年前的照片 po 上去啊，那十年后啊，真的啊变得很不一样。尤其刚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几位好朋友以前就是啊，十年前在这里跳。啊，跳舞的我们的小朋友哈，啊，现在都亭亭玉立变成大美女啊，所以十年哈，啊，真的是变化很快哈。我也把我十年前的照片 po 上去，我看了一下，其实只有瘦了一点，其他什么都没有改变哦。议长哈，议长也不要羞羞脸了哈，你也一样了哈，都是一样哈。那我们这个城市正在改变，那。也一直在不断的蜕变哈。刚刚跟 Homan 在聊天的时候真的是他也非常惊艳我们高雄的进步哈。那我也要代表市民朋友感谢啊 ，Mr. Homan 能够把他那么好、那么有疗愈的这个两只小鸭又再一次的黄色小鸭又再一次的重返高雄哈。这个是2001年开始哈，后门开始把这个黄色小鸭到全世界进行巡回。他其实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啊，所以时间非常非常的快啊，所以我相信十年未来的十年哦，我们高雄就会持续的进步。那总之，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冬天来高雄啊，保证哦你在高雄一定会有一个温暖的阳光。那还有非常疗愈的黄色小鸭陪你过新年，再一次的欢迎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